你能在不改变菱形面积的前提下，将这一块小的也加入到拼图里面吗？这是一道来自哈佛大学的智商测试题，看似不可能的谜题，现在我们就来拼拼看。我们可以先把一圈的拼图填上，这一块放在脚上刚好。最后中间的放进去，那这样拼我们就回到原点了，小菱形还在外面，那该怎么拼呢？发挥你的想象力，这就考验孩子平时在家有没有做思维训练了。注意看，我们先把四个角找出来，这一块可以放到边上，接着放第六块，上面放一块，这两块刚好，中间放剩下的两块，现在多出来的这个空间就能放小菱形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为什么一开始小菱形放不下呢？你知道这是什么原理吗？